你曾经灿烂的笑容，消失在匆匆岁月中，不知不觉我已看不清，在哪里丢失了那颗深爱的心。谁打破以往的从容，让心像风雨中摇摆的门，他在门外默默的等，期待着与你靠有件事儿，您说。你说我们京都自己立一个广告公司怎么样？好啊，那能省不少钱呢。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事儿的意见。可不可行？可行啊，你就是单把这个制作的活包给别人，就能省一大笔的发布代理费，这其实才是大头，完全可行。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。老板，其实你跟有些公司的老板比起来，比他们在行多了。比方说太极公司的刘晓东，他对业务是一窍不通，他就会用人，这是说好听的，说不好听的就是会剥削人。当然了，您在这方面比他也不逊色。那好，你帮我搞一个可行性报告，我报上去。没问题。您不上我那儿坐会儿呢？不了不了不了，改日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回来了，我煮了银耳汤，要不要喝一点？行，喝点吧。来，给我放了。怎么样了那个？没有。没事啊。警察说责任不在我，但那个小罗是一个民工，所以这医药费什么的还得，咱还得承担。对。应该没什么事吧？应该没什么事。警察说，只要今天晚上他的脚不肿就行，只要肿了，就说明这个骨折了。另外，他跟他们工地上订了一个合同，应该是那儿管，应该没什么事。但是要是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咱还得管。管吧，谁让咱出的错呢？我听他们说，跟电影里的似的，不窜出去十多米啊。这小子身体真是皮实，年轻啊，才25岁，你想。那你脑子当时怎么想的？想什么？我脑子当时都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想。我想这人肯定死定了。不过一看，哎，还能动了，赶紧抱下来就上医院。要是
妈洗了早点睡，我给果果抱小床上去。你不是说他前脚不方便吗？哎呀，他大了，该自己睡了。这样，什么样？抱着垫子这样。不是说没人抱才抱垫子吗？哎呀，我这抱惯了这小垫子，你说大个儿的一人，我还真是。不习惯了，不习惯你再习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睡了，累一天了，好吧，睡觉。睡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没兴趣了吧？没兴趣就是有问题。谁说的？周红说的。男人没兴趣就是有问题。周红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少跟他来往。我醉了。谁呀？给我拿一下电话。是我，啊，怎么着？那你跟你们单位领导说了吗？啊，行，我马上就过去，你别急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小罗的脚肿了，他们单位领导不管他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得去看看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就别去了。哎呀，去火锅怎么办呀？六点以前我赶回来呗，不行啊！哎呦，算了，你就别折腾了，明天上班。哎呀，我不跟你去，我不放心。我跟你一块去吧，行吗？行，赶紧穿衣服。说话娘啊，好，下次有什么事儿找我啊。好，哎，谢谢你啊。怎么样啊？行吗？行。哎，怎么样了？什么？疼着吗？这是你写的吗？啊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这不叫合同，这怎么能叫合同呢？说得做手术，那得多少钱？明天白天入院，先交5000块。还交那么多钱呢？还能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？可以到中医院做牵引，但是价钱是一样的。那你说要先交5000，是不是以后还得交啊？这不好说，你得看手术情况，还有恢复的怎么样。他那边工地上人怎么说的？又没什么正规的劳务合同。
那我明天还得去趟交通大队。回老家，回老家？为什么？不治了。为什么？你去躺着说，躺着说。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，手头宽裕的话，给我们俩3000块钱就行了。3000块钱？啊，你要3000块钱干什么？你要钱不要腿了？啊？不是，你傻呀？你这谁主意？你的还是你的主意？你的主意？怎么这样？你得先治腿，快跟人家说呀。是我俩，你要3000块钱干嘛呀？你要钱不要腿了？他还这么年轻呢，你让他一辈子就残疾着，知不知道他可是你丈夫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骨折？什么丈夫呀？是你，俺那疙瘩也有治骨折的，敷点药就好了。那不是你们那疙瘩吗？你们那疙瘩他要是能治好的话，你就是走回去，你跟他就根本就说不通这事了都。喂，啊，周红啊，你别弄啥啊，果果，哎呀，果，哎，别。看看去，别看我，我马上就过来，我家里有点事啊。看看去，啊，要我说呀，这种人你就不应该理他，要我就绝对不理。你们俩倒还好，还商量着还怎么去给人做手术呢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警察给小罗他打工的那单位的人叫去了。他们应该给人签劳务合同的，可是没签。他说不是因工负的伤，是休息的时候生的病。那你说怎么弄啊？倒是最后说好了，发给他本月的工资，补给他1000块钱。那手术可是5000块钱啊！哎，这事儿就不应该管，越管越麻烦。警察也说了，这事儿可管可不管。可是都这样了，我跟厂长一商量，还是管吧。韩茂，我跟你说啊。这种事情就怕没完没了。我认为你们当时就不应该把电话给人家。我都没辙了，他已经这样怎么办？手术做完了，就等着慢慢养了。现在，哎呀，你饿不饿？我这有馒头。我不想吃。那要不一会儿接好果果以后，咱回家慢慢吃。一会儿我得去趟省大。去省大干嘛呀？这客户把活交给我们了。我想去省大找一下小林，跟他商量一下创意。另外呢，我想把动画部分也交给他们做，这样不是能便宜点吗？嗯。哎，我觉得咱们得抓紧时间，赶紧找个保姆。这一时半会儿的，找得着合适的吗？要不就把我爸我妈接过来。行。韩茂，好日子刚过了没两天，就这么多麻烦事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又来了，不说行不行？那个，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傻？是。可是不这么做吧，以后万一人家要有个3长2短的，你不心里还不踏实吗？做了就做了，别再犯嘀咕了，行吗？我有一个事想求你。说。以后能不能开车小心点？我可不能没有你。说什么呢？呸！摸木头。哎呀，你才傻呢你！咦，张鹏啊！哎，韩梦，出去啊！啊，我走了，去过冬天。哟，上新加坡呀？对呀。啊，那挺好的，去吧。哎。韩梦，哎，那个我把钥匙给你公公婆婆了，没事你帮我照看点啊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你干嘛让他们来呀？怎么了？这下你多不自由啊，他儿子倒自由了。你想啊，有他爸妈在，他就可以不管家了啊。哎呦，就是真傻，笑什么呢你？走吧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什么拜拜？我们回家家好不好？家家喽，有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每天一回去啊，这一屋子人乌泱乌泱的，什么滋味？就比如说我爸爸，他不是说来给我帮忙来了吗？今天说厂长，说你那叔叔来了，你到火车站接去。明天说，哎，那阿姨要来，你得去接。你不去，你不去根本就不行，必须服务周到，
笑脸相迎，否则的话，人家一回去，人家说成立咱们，我老爹这脸上不行，没面子。老爷子是看你买了车，高兴。我现在基本上就算是我爸在咱们这儿设的这个办事处的司机了，我想。那韩梦呢？韩梦挺好的，跟你妈相处的怎样？她现在轻松多了。我妈来不是有人带孩子了吗？她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，去医院。咱换个地儿行不行？这太清静了。挺好的嘛。好什么？你看你那挠琴，我听着闹的。挺好的这儿。对呀、啊。我最近不是卖床垫发了点小财吗？出去消费消费。啊，烧包烧包啊！哎，不对，你不是卖摇摆机吗？他现在什么都卖，是什么挣钱卖什么，也买床垫。床垫利润大，利润可大了。要不然你来一个，我睡硬板惯了。哎，对了，要不然你在你们台里给我发展几个下线怎么样？又来了，你这正事儿正事儿啊，没大事啊。真的，当正事儿跟你说啊，你要在你们台里，你绝对比我那儿挣钱好挣。嗯，在你们单位你是一小头，你说谁都听啊。而且他貌似忠厚老实，说什么别人都信。哎，像他像你不像我费劲，我出这卖东西太费劲了。那天我在大街上捡一钱包，我交给旁边的警察了，那警察俩眼睛斜我半天，直审我。你像这种人，真的。呸！主要是看你这形象，不偷都像贼。你且你才像贼呢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别去了，我们俩去玩去，你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去。对，不，你马上回去。不然家里该等着急了啊！你先走，把炸弹结了啊！对，多少结点。厂长还没回来？没呢，可能又应酬去了吧。哟，以前也这样啊？不这样。哟，那这么晚了，你说他谈什么事儿，在哪儿谈呢？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要不您先睡去吧，好吧。我这呼噜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打了几十年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啥不对劲儿？韩梦是不是不欢迎咱们回来呀？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人，这回呀是他们让咱们来的，不对劲儿。他们俩是不是出了什么感情问题了？那成长的这晚上老不回来，今天下午。有一个姓罗的一个男的打来电话，后来呀、啊、我就告诉韩梦了。那个韩梦啊，支支吾吾的。真的？真的。睡觉。哎，哎呦，你不是开着车回来的吗？怎么冻成这样啊？哎呀，咱家那车有问题，那车暖气有问题。你一开暖气吧，它就开锅。有时候你不开暖气，它也开锅。你必须得老往里头加冷水。哎，你去给我找一那大可乐瓶子，我去装冷水。快去，去找去。又怎么了又？没怎么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以后啊，你要回来的晚，你就自己跟老太太打个电话说一声，告老太太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，都跟谁工作去了，都说些什么工作什么。老太太一问我了，我根本就答不上来。你这干嘛呢？说绕口令呢？你这啊，都不，你这没头没脑，谁能听？妈，你们还没睡啊？妈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你。说什么？你深更半夜不回来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我陪客户去了。什么客户？就是给我活干的客户啊。那你们吵吵啥呀？没吵吵，谁吵吵？吵吵了吗？我正说他呢，回来那么晚，不跟您打声招呼，给您吵醒了吧？我根本就没睡。你们俩说你们怎么回事吧。
啊？你是成天的晚上不回来，你呢又老是心事重重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呢？没有。有。有吗？有。没有。真的没有。给你真的没有出来。哎呀，那姓罗的是谁？谁呀？是我一客户。你怎么这么多客户？你不是说客户难找吗？别撒谎了，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几天都睡不好觉了。你们说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是感情上出现什么问题？没有、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哎呀，你跟老太太说吧。你说不就完了吗？哦，我说。哦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啊，我中午抽空去趟医院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我送你。散步去了。小罗回家了。啊？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嗯，今天上午他就说回家，说回老家了。哟，你们来了。啊，他上午走了，给你们留了一封信。哦，我给你们啊，拿你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大哥大姐啊，我们不住院了，太贵了，反正都手术了，医生说我们那嘎达县里也可以取石膏照相，住院钱剩下好几百，够，路费都够了。你们是好人，我们在城里呢老爱骂，你们也骂，可你们是好人，给你们磕个头，等脚好了，兴许我还来。怎么了？去修修吧，太冷了。修什么呀修？前两天换了一大灯就2000多，修得起？那也得修啊，要不省得老出事儿。不瞒你说，我去了。人说这车太老了，都10年了，得大修。你知道大修多少钱吗？嗯。2万。买个车才8万，那就2万。那还得修，要不然年检过得去吗？对呀、啊，人家就是赶在这年检前卖给我的呀。你说咱就什么都不懂，咱被蒙了吗？你还是得去修修吧，要不年检怎么办？过得去吗？你别给我提这车的事儿，我烦死了。那个呢？什么？你客户满意吗？行吧。太黑了。要回扣吧？你能挣多少？那就是你得又得保证质量，你又得挣钱嘛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老万知道吗？能让老万知道吗？这事儿，说什么呢？别上火，你就别瞎说。你干嘛那么急呀、啊？不去问问吗？什么东西、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就让我喝？哎呀，又不是毒药，你赶紧喝了吧！一天到晚那么累，去。哎呀，赶紧的。你这两天有空拉着老头老太太出去转会儿吧，要不他们来那么多时候了也没出去过。
爸，嗯，是不是觉得自个儿像个首长啊？还首长呢，冻得够呛。怪不得你李叔说啊，这车有点冷。哎，这车没暖气啊？有，但是你要开了暖气，一会儿就开锅了。不是刚买的吗？我们买的是二手车，才8万呢。那是便宜，比夏利还便宜。感情就是买这么一个大洋壳唬人的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又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要下去推呀？你下去看看去吧。哎呀，咱得下去先推到一边去。你说，我就没觉得这车到底有什么好。走吧，走吧，妈，别说了。这。学车吧，你不学，你要现在有本的话，你开车带他们去多轻省。我学车哪有车给我开呀？你要会，哥哥就给你买一辆。你捡金子了吧你？对，哥哥我就是捡着金子。我这回听说一事儿，就说各地啊都要像上海那样控制车牌了。我的意思，咱们再买辆旧车，不管多旧，只要有车牌就行。到时候等那个政策一出笼。咱们光是卖那个车牌就能挣你，怎么样吧？咋的？那车牌子也能卖？当然了，在上海一个车牌比一辆夏利都贵。别了，就你那辆车已经把咱家的钱造得够可以的了，你还弄车牌呢？你再借点啊？我可不借钱，我最烦借钱了。还借什么钱？你这个就是个死脑筋，你借啥钱啊？我出，你说呢？能赚着钱？当然能了。我跟你讲，当时我买我这辆车的时候，我在二手车旧货市场看过，最便宜的那个旧菲亚特不到10000块钱。哎，那菲亚特什么样？哎，我见过。哎，就是那个特小的那个。对，里头俩座，我们俩人坐那个。嗯，我也坐不进去呀。您还真打算我爸开，您坐？您坐当然没问题，我爸开不了喽。这么大年龄人不给他给车本喽？咱不是为了那车牌吗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行了，车牌就那么地，买。程立同志，一言为定。那跟谁说话呢？哎，我说程长同志，你说这玩具它怎么不动活啊？怎么样，这车？这车是二手车，便宜。那真是。哎，买回来了，还能开，成长开回来了。哎，成长呢？成长出去了。哎，妈妈，咱们家又多了一辆车。哎，太高兴了，我一会儿来帮您啊。哎，好，不着急。哎。Thank you.
哎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哎，现在就好，是的，是的，连车门都开不开了，又来了。我寻思着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啊能长出一棵树来。现在哪有什么卖车牌的政策出台？不是卖车牌，是控制车牌。这我懂，控制车牌才能卖车牌，能卖车牌才能买车牌。对，哎，还别说，嗯，现在倒是有一个政策出台了，就是说呀。以后的车到了10年就报废，我看你那皇冠也行。哎，你烦不烦人呢？你吵吵啥呀？那儿子不是把钱都还给你了？也不是。哎，闭嘴！他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这里边有个感情的问题。这什么地方？别弄了，真别弄了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这一次会客气啊。来来来，来，进去。哎，年轻人，哎，没什么大了不起的，生意上赔了。哎，咱们从头开始，怎么样？我们那桃园算是彻底没了。谁让你不跟我一块儿卖床垫去了？不当我下家，这执照现在我就扔着，爱什么时候吊销什么吊销，我也不管。哎，你不如把那照卖给我得了。嗯，我要不然我现在老打游击也不是个事儿。卖什么卖？拿来用就完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是正式正式。不是那简单，哪天你跟我一块儿到那个工商局，到那把那法人名到那就更，更完了你就用，还什么钱？林伟，你再帮我问问你那老乡，有没有谁想买车？妈，拉着我们那老乡跟你一块倒车牌去。不是，我是想把我那车卖了。你那本地根本就卖不出个好价钱。我好不容易前两天我找到一买主，哎，28000想买我那车。哇，28000？就是啊，那车挺好的呢，还坐过，亏了，亏大了你。你卖了干嘛呀？开10年报废，那也可以开呀。那他得差不多了呀。是你这样，你每年你到那个检车厂去，好像是半年。一开始是半年，然后你就变成3个月一次。你想这10年的车哪有个合格的？你去了要不合格，就得到他指定的修理厂去修理。这修一次不得个1800，谁受得了？太麻烦了。要不然等那政策要是真的一出笼，就更不好卖。哎，我但是农村没听说过这消息，我在那边没听说过。你呀、啊，卖多少我不管。你就给我3万就行，剩下全归你，就当是桃园的转让费，好不好？啊，贾平那边需要钱，你这边需要照，这2全其美啊。那你下边咋怎么做？我上农村，我种芦荟去。你种芦荟啦？知道吧？我跟他们说，他们都不懂。喂，芦荟有人知道吧？对对对，美容的。女人都知道这个，保证能火。我告诉你，那你得先咨询好。是啊，芦荟挺好的。真的，你别像当年那时候倒钢材似的。哎，啥玩意儿？钢材，嗯，哎，螺纹的还是盘条的？你也倒过？不是，那阵儿啊，那不是谁跟谁一见面都说这个吗？哎，那个芦荟啥呀？芦荟就是像那个花不花草不草的，有点像那个君子兰，它就比它叶厚。哎，君子兰我可种过，差点发了。嗯，哎，真的，我种的那君子兰那。哎呦，绝了！我跟你说，好几个人都要买，价都出到10000块钱了。那后来呢？我没卖，砸手里了。后来连300都卖不出去了。继续卖，来，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好好，谢谢。行，那我也先回去了。怎么着，你又不去种芦荟了？这玩意儿还行，我再倒腾几辆。怎么着啊？啊，慢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弄好了。告诉你啊，等我将来有钱了，我一定要买辆进口车，进口的啊，2年不用修的啊。国产车都没买，还琢磨买进口的你？你要是一直都没有车，也就罢了，这有了那么一辆车，现在又
没了，还真挺别扭的，很别扭这心里。等以后有了钱呢，我倒是想买房，老住着租的房，有点不踏实。房比车贵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说将来吗？等你将来再说，干嘛现在说？你不也说将来的事儿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知道我在哪儿找见小林的吗？大学生宿舍。错。哪儿啊？你猜猜。猜不着啊，哪儿啊？小丁那儿。哎，他们俩，他们俩好上了？他俩搞上了。老师是不是这么难听？那不是贾平跟微微吹了，结果他俩的好了。对呀、啊。不过他俩倒是挺般配的哈。哎，我一开始我也特震惊，后来我一看，别说这俩人还真有点夫妻相，都圆咕隆咚的啊，一对儿，特像那个彗星撞地球。你有点好的。给你老婆用会儿啊，要不要吃糖？哎，我把他给耗了。谁呀、啊？一个小妖精。我一到那儿啊，发现我老公有一情人。开始我还觉得就是那种姐姐姐有点生理问题的那种，哎，没想到那小妖精他当真了。爱上我老公了，那你老公呢？就是啊，关键就是我老公啊，哼，他也当真了，所以啊，我就不走了，没想到把他给耗走了，耗哪儿去了？耗到新西兰剪羊毛去了。你可真行啊你！那万一你要走了，他又回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他们外国人都是那种一阵儿的事儿。没准到了新西兰啊，哎，又看见什么农场主什么的，又跟人家了。哎，我老公想让我要一小孩儿，那不挺好的吗？有了孩子就像个家了。你说是不是要了孩子就有那种亲情了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男人最狡猾了，想要孩子来拴住我。万一等我生了孩子，哎，他有什么变动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们俩老婆在一块儿也是个事儿，那万一有点……那可是他不愿意来，我也不愿意去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在一块儿？你干嘛不去呢？你知道吗？新加坡那儿啊，特热，而且说英文，不行不行。你放心吧，反正啊，我能搞定我老公。哎，你俩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的？嗯。有时候我觉得挺羡慕你的，真的。羡慕我干嘛？我都老太太了。得了吧，你看你那一脸幸福的样儿。挺好的。真的？嗯。你看你那一脸幸福的样儿。哎，行行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到公司了。啊啊，我现在上地铁了。啊，好，就这样啊。王叔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成长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两天了。哎，怎么在这儿还看书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随便看看。您干嘛来了？嗨，这个小青啊，
我来看他来了。你知道吧？他毕业以后就分这儿了。是吗？哎，你怎么样？韩梦和果果呢？果果大了吧？大了。这小子跟他妈好，有时候都不让我碰。那怎么会呢？可能就是因为你忙。这孩子啊，就是谁带跟谁好。哎，大点就好了。那您现在打算去哪儿啊？小青是白天上班，反正我也没事儿，瞎转悠呗。那您现在跟我回公司去，等我办完了事儿，我带您回我那儿去。行，反正我也想看看你们公司。哎，成大老板了吧？什么大老板？大老板能坐那个地铁啊？哎，到了，就这站。哦，就这站。没拿。哎，我说，哎，好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这是我的业务总监小林，还有我的行政主管小丁儿，哎，这是我们家亲戚王叔啊。哎，王叔，哎，你就随便，我就不管你了。谢谢你，王奶奶。王奶奶，你再干点。哎，这是刚出的，嗯，这样出图呢。嗯我俩觉得能比这个还好。我觉得还行，但这词儿你们得再润色一下。另外，别忘了咱们不是这笔活的事儿，而是要拿他的代理。头儿，那咱们就得赶紧，杨总马上就过来谈。哎，对。他马上要过来呢。啊，小天，特级招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啊、招待不好，您朝我犹豫。好。哎，老周，这边坐。哎，坐，坐，哎，坐。哎。您喝什么呀？是喝绿茶、红茶还是？坐，坐。好。哎，你看啊。哎。就白开水。韩梦，我现在王叔在我这儿呢。你现在过来把他带回咱家去。本来我是打算我下班把他带过去，但是一会儿杨总要了。你傻呀你？杨总不就是林香曾他妹妹的儿子吗？他跟王叔一会儿再聊，再懂了吧？啊，没事，果果一会儿我去接，就这样啊。老爸，你那个负氧图我没了，进垃圾场了。爸爸还花了200块钱呢。那个阿姨怎么不穿裤子呀？那叫时髦，那叫不穿。那我妈怎么不时髦啊？你妈怕冷呗。嗨，村长哥。哎，快叫王静阿姨。哎呀，果果，你不冷啊？啊，爸，你怎么挠我了？我是怕你掉下去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爸在我们家呢，我在地铁碰见他的。是啊，韩木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。你们家的门从哪儿进啊？走走走，进去说，就这儿。臭果果长这么大了。老爷子啊，你该回去了。哎，这老王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哪知道。哎，也不告诉一声，这耽误事儿不是不是啊？这。喂，你找哪位？厂长啊，他早不在这住了。哦，你就是厂长啊？就是我，厂长单大爷。啊，王叔在我这儿呢。韩梦挺好的啊。韩梦好。啊，韩梦你好呢。果果也挺好的，他睡了啊。80多了，身体还行。就是。我们也挺想你的，就是一直瞎忙，没工夫去看你，哎。对，您跟王叔说话吗？哦，是吗？好，哎，有时间我们一定去看你，您多保重啊！哎，再见，山大爷。王叔啊，三天了，那帮听戏的老头等了你三天了，在院子里。哎，听见没有，丫头，有人比你想我。你要想回去啊，您就直说。怎么着？你不让你爸拉琴是吧？我那职工公寓，他以为同楼大杂院，想拉就拉了。不是这样，老叔，你住我这儿来，你想什么时候拉你就什么时候拉。怎么样？我爸得杆就爬，你这么说他肯定过来了。你懂什么呀？那是国粹。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行了吧？来，你妈都睡了，你打什么电话？快！王姐，你用那个打呀？对，用这个吧。来，王叔，吓着白眼狼。哎，祝您身体健康。哎，好嘞。其实还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心中有人作伴，一个人也不孤单。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
真实的过了一天，缠缠绵绵依然是昨日浪漫。虽说爱要随缘，像流水长长远远，慢慢慢慢红尘你看淡。一样的容颜经历了岁月云烟，可缘而无缘，梦醒了已茫然。成见已走远，其实爱不曾改变，只不过日子平凡多了些烦乱，是否还觉得美满？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心中有人作伴，一个人也不孤单。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一旦说了永远，就不害怕明天。